都是一样的。其他委员因为可能在房间内还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要进行啊，所以可能稍微显小一点。有霉味，还有橡皮是。你们派不派表给我一下？你们派不派表给我一下？啊，还好。啊，再给我一下。空冰箱的味道。有没有？好，冰箱。或者是跟助理在谈一些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哈。对我来讲这是比较重要，因为我都自己煮的哈，它有平板，对吧？有那个电磁炉，有电锅，这是烤箱，这是微波炉哈，所以一应俱全。多了这个，室内多了这个。多了一个沙发。我有刚刚有跟总务处稍微建议一下，像这个沙发，其实就可以稍微坐久。换个软垫。对，换个软垫，没问题。好，另外就是他们有人这个椅子，他们也认为这个椅子太不舒服了。是，因为他们如果有人要在这边工作，这符合人体工学。OK， 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也可以处理。好，大概就这样。各位还可以看到，因为。两边哦，通通都有阳台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空间。